今天是快乐的星期五，先吃饱饭饭。喂，喂喂，今天的虾个头还蛮大的哦。热菜有洋葱、肥牛、酱烧茄子，宝贝们最爱的鸭掌，还有三文鱼头。哇，亲口贝，蒜蓉亲口贝，哥哥在帮妹妹耶。哇，啫喱果冻喜欢吗？还有炸物和铁板烧可以现场制作。这个拉面好吃吗？试试看，两片三文鱼一起吃。谁要虾？要吗？哇，好的。哇，好可爱的海豹呀。姐姐哩，喂，躲在后面哦，要戴手套啦是吗？你真棒。哇，吃饱喝足，我们要去玩咯。 Bibio You You Land 排队买票，这边买一张票啊，进去之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随便玩。先给孩子们量身高，因为量完身高之后啊，就会给他们戴一个相应颜色的手环。比赛马兵，哎，妹妹长高了耶，今天可以玩更多的项目了。哥哥是蓝色，可以用 LINE 加他们好友哦。集满五个章的话可以免费一个，今天我们就三个了。这是我陪小朋友的手环，所以等一下我可以陪小妹妹进儿童乐园玩哦。看这边的颜色哦，妹妹是橙色，所以可以玩。我们在坐船哦，船哦，牛奶糖选择了救护车，好的，妈妈帮你开好吗？警车哦，妈妈坐这边是吗？开动喽。第三次了，消防车。我要一个冰激凌。哇哦，巧克力口味的呀，谢谢。我们选了一个人少一点的区域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牛奶糖滑下去了，找不到它了，除非我也要滑下去。哎呀，姐姐在这里，她一定是去玩这个了。过山车在这里，找了你好久啊。最后的 Happy Ending Ice Cream 甜蜜蜜，回家了哈。我是丁丁，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。我是苏朗。